喜欢吃鸡爪的一定要错过这个 99% 的人没有吃过的盐焗柠檬鸡爪做法。鸡爪去掉饺子盖，一切两半，放几个孩子爱吃的安全蛋，姜葱料酒去腥，一勺盐焗粉调味，一勺食用油，用左手抓拌均匀，放进蒸锅蒸30分钟。准备蒜末、小米辣、香菜，一勺白芝麻，几片柠檬，倒入蒸盘的鸡汤，搅拌均匀。蒸熟的鸡爪用西北风吹凉，然后倒入料汁。鸡爪您就别总是红烧了，试试这个做法，酸爽开胃，上桌之后保证全家人抢着吃。